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念中电影美术指导。今日的题目是看不见的城市，电影中的地标。顾名思义，我们希望整间这三十分钟里面，我们透过一些电影片段和一些我的分享，和大家去探讨一下电影里面的地标和城市的关系。电影导演透过场景，透过电影去讲故事，很多时候他利用一些场景的设定呢，是去豐富了人物角色的性格，他跟個社會的關係，他的經濟和文化背景，同時更加是保留了城市很多時在某一個時空特定的一些面貌。為什麼這麼說呢？譬如我們剛才看到《男人四十》裡面，我們選取了美孚新村作為男主角張學友的家，在他的生活裏面就是在美孚新村。但是如果以今時今日我們再拍一個中學生老師的時候的選取他的家裡，就可能未必選美孚新村。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們如果看回如果我們看回譬如我記得《男人四十》是2002年拍的，當時一個中學教師可能他賺的人工大概可能是兩三萬元，以當時的生活水平，他是可以供得起一層不錯的樓，然後呢可以太太不需要做事，供養到兩個小朋友生活，還可以即舒舒服服地生活到。如果以在今時今日，即經過了十幾二十年後香港，即係經歷了很多經濟啊、文化、社會的變化。今時今日，如果我哋要去拍一個中學教師，再去選擇佢屋企嘅時候，可能就未必會揀美孚新村喎。就算以我哋今即係依家佢嘅收入水平，可能人工係比當時高，我估依家嘅中學教師可能係賺緊三四萬元。但是他可能是供不起美孚新村的，即他可能 是一個比較偏遠城市的地方，或者是一個比較一些細小的住宅環境。所以即我們在選擇他的生活的場景的時候，其實那個社會轉變都是影響很大的。咁譬如頭先亦都有我哋有見到《女人四十》啦，《女人四十》其實係主要都係喺大埔拍攝嘅。咁其實好多大埔當時嘅面貌，譬如蕭芳芳經常去嗰啲街市啊，或者經過嗰啲士多啊，或者佢去打麻雀嗰啲鋪頭啊，其實你今時今日已經係拆曬嘅，已經唔再存在喺個社區嗰度。咁電影好多時就喺電影很多時候就在拍攝那個人物故事的時候，保留了當時一些社區的面貌，而當這些地標不再出現的時候，電影就留下了下來。我們如果再去想看回以前的社區到底是怎樣的時候，就其實都很幸運，曾經有電影可以將這些地標留下了下來。咁譬如我哋去睇翻，譬如許鞍華導演咧，好多時候佢去選擇一啲電影題材咧，其實都同呢啲社區地標有關嘅。譬如天水圍的日與夜啊，咁好明顯就係同天水圍有關啦。咁但係甚至乎譬如陶姐啊，咁其實佢都有好多係喺深水埗生活嘅情況啊，或者陶姐嘅主人 Roger 其實佢都係喺美孚新村嘅。咁陶姐拍攝嗰個美孚新村同《男人四十》再拍攝嗰個美孚新村其實又唔一樣喎。咁譬如陶姐裏邊所拍到嗰個深水埗咧，其實今時今日嗰幾年後咧，有好多嘢都已經唔一樣啦。譬如有啲餐廳可能已經唔喺度啦。譬如街邊嘅咪錶可能就嚟都亦都係同當時係唔一樣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典型例子咧，即係電影喺選取場景嘅時候，佢係將一啲城市地標係記錄咗落嚟，而即係到我哋第日去睇翻嘅時候，就
可以係睇翻個城市嗰個變化。然之後咧，我又想講下杜琪峰電影 PTU 咧。PTU 我自己睇嘅時候個觀影經驗咧非常之有趣嘅，即係我好覺得好有趣就係導演喺選取呢啲拍攝嘅場景嘅時候，究竟係基於乜嘢考慮？點解我咁講呢？因為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咧，就係譬如 PTU 成個故事嘅開始發展咧，係由一單命案開始嘅。嗰單命案咧，深刻係同林雪有關嘅。嗰個命案發生嘅地方咧，喺個電影裏邊咧，好清楚係喺九龍城。咁然之後，嗰班差人去查案嘅時候咧，阿林雪唔見咗把槍嘅地方咧，可能因為我自己好熟悉即係香港九龍啲街道啦。林雪去查案，然之後佢唔見咗把槍嘅地方咧，實際嗰個地理環境咧就喺中環嚟嘅喎。但係喺個電影故事裏邊講咧，其實佢明明就喺九龍城嗰個火鍋店行出嚟轉個彎冇幾耐，就俾人伏擊，然之後就發生咗失槍呢件事。咁 suppose 應該係都係喺九龍城發生啦，但係喺個電影真實嘅選景咧，就係去咗中環。然之後咧，嗰班警察咧，經常咧係因為落雨咧，係需要 call 翻架警車嚟，然之後喺需要喺個警車度係攞雨褸係著嘅。導演拍咗好多次，即係好清楚，即係唔止一次係拍嗰啲警察係攞雨褸。咁嗰個攞雨褸嘅場景咧，就喺尖沙咀嚟嘅喎。然之後咧，個電影經常提到咧，就係話最重要發生事嗰、那個廣東道咧，實際上嗰、那個拍攝廣東道嗰場大戲嘅地標咧，又好似唔係喺廣東道嚟嘅喎。我如果冇搞錯咧，可能係喺銅鑼灣嚟嘅。即係導演喺選取呢啲場景嘅時候咧，好似經常係完全唔去考慮真實嗰個地理環境，而譬如有一啲場景咧，任達華同佢嘅同事講一啲對白嘅時候，任達華嘅背景咧明明是九龍城嚟嘅，咁然之後佢同事對答嘅時候咧，個同事嘅 background 咧就去咗新蒲崗或者去咗中環，即係嗰種地標上嘅跳躍，嗰種隨意咧係令到即係一啲熟悉香港街道嘅觀眾喺觀影上面個過程咧。是相當有趣的，即是有一個很跳躍的經驗。而且我有少覺得呢，即因為他這個特別明顯，在他作品裡面其實都經常有的，但這個特別明顯呢，就是他用了很多很舞台化的燈光，即是很多 spotlight 打在街上。有少少好像呢，他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想將整個夜晚的世界，整個街道呢就變成是導演的舞台，即是話佢想將故事喺邊度發生，就喺邊度發生。即係佢話嗰度係邊度，嗰度就係邊度啦。咁對我嚟講，即係有少少係同頭先譬如許導演嘅一啲好寫實去處理好多考慮真實嗰、那個社會環境啊、經濟環境同個主角嘅關係啊嘅選擇咧，又好唔同。即係呢個咧，好似有好多好抽離。很多很抽離的考慮，但是在個觀影經驗上面是有趣的。那 PDU 是這樣，然後去到剛才那個音樂剪輯裡面還有一些是夜晚在街上追逐的，其實那個就是暗戰二的，我如果沒記錯應該是 ending 的一個場景來的，那就是夜景，然後很多霓虹光管，兩個人騎著單車，係應該係鄭伊健同劉青雲就不停咁喺度追逐。咁咧就頭先講緊 PTU 嘅處理方法咧，好似係將嗰個真實嘅城市街道變咗導演嘅舞台咁樣。咁但係喺《暗戰》裏邊咧，就我哋好似係應該選取咗一個廠景，而搭建咗一條真實嘅街道喎。有少少係將嗰、那個有少少係將嗰個場景咧係搬，即係將個真實嘅場景咧係搬咗入去一個廠景入邊，即係話將如果去對照翻我哋今日嗰個題目咧，即係看不見的城市，佢就係有少少將一個睇唔到嘅城市
或者一個抽象嘅城市放咗喺個廠景嗰度。咁而佢最厲害嘅地方咧，我覺得當時如果我冇記錯咧，嗰搭建嗰個廠景咧，其實係喺屯門一個叫做樂安排嘅地方嚟。其實佢喺處理嗰、那個真實喺個城市度追逐嘅時候咧，佢都好大膽嘅。佢喺個城市度遊走咧，佢都經常係有一啲彎轉咗彎咧，就係喺銅鑼灣；有一啲彎突然間轉咗咧，就喺觀塘或者九龍灣。即係佢同時好似都再出現一次咧，就係好似唔係好考慮真實嗰個地理環境而喺個城市度任意飛翔。咁我頭先講緊咧，就佢將嗰個城市搬咗入去個片廠度咧。嗰、那個片廠咧，即係頭先講緊話，如果我冇搞錯咧，應該係喺屯門一個叫樂安排嘅地方啦。嗰、那個片廠我去過，就係嗰個深度咧，可能講緊大概係可能講喺200米左右啦。200米一個咩概念咧？一個標準嘅游泳池係50米。咁200米可能就係4倍嗰個游泳池咁長啦。咁如果對一個廠嚟講係好大好大嘅，但係如果你係要去交代一條街道嘅場景嘅話咧，咁又其實唔係好大喎，即係你只不過係一條稍微長啲嘅街，但係咧佢經過導演嘅處理啦，攝影機嘅運動啦，同埋燈光嘅設定啦，即係佢可以成場戲。成場 ending 追逐戲咧，就不停咁，可能係只不過係轉換一啲譬如擺喺街道上嘅車輛啊，或者一啲霓虹光管招牌啊。其實拍嚟拍去都係嗰條街啊，只不過係唔同方向，即係有時向呢邊拍，有時調翻轉向呢邊拍。佢竟然可以將成個城市係呈現咗喺個畫面嗰度，即係喺個觀眾觀影嘅經驗咧，你睇到係喺一個城市追逐嘅。其實咧，但係實際上拍攝咧，只不過係喺一條大概唔係即係一個有限嘅空間裏邊。咁我覺得呢個處理係非常之犀利嘅。咁頭先講完佢將個城市嘅空間變咗做佢個舞台，又講過佢將個城市擺咗入個片廠度。咁佢亦都有另外一個更大膽嘅嘗試咧，就係我哋喺睇華麗上班族嘅時候咧，佢係用一啲好舞台化嘅效果啦，好舞台化嘅做法啦，加上即係同樣需要啦，加上攝影機啦，加上燈光啦，同埋好重要嘅即係可能係舞台上嘅一啲場面調度啦，包括係演員嘅肢體語言啦，包括係可能好多道具嘅出入啊，好多走位上嘅安排咧，就舞台咧搬咗入個電影世界嗰度，即係真正係一個舞台嘅處理咧，擺咗入去個電影嗰度。即係好多時咧，我哋會可能係未必會想到呢，居然在個舞台那裡可以見到譬如一些室外的場景的，譬如公園啊，譬如地鐵站啊，地鐵啊，或者outdoor 的 7-11 啊。那我覺得這個將舞台搬在一個電影世界裡面呢，將一些即本來不是真實的城市地標，而透過一些舞台化的設定或者是製作呢，而將他們搬在一個電影世界那裡，好像在港產片的製作裡面是很少見得到的。而這種做法呢，因為很少見，而其實我們看到呢，剛才有很多很多譬如舞台設計啦，因為有很多不同場景需要交代，譬如有寫字樓啦，有商業大樓的大廈門口啊，有很多人來人往的鬧市啊。其實看到美術指導在這一個這樣的設定裏面咧，是需要做了很大量的工作的，因為即有很多譬如係舞台的設計
方法的做法而去處理電影場景，包括很 很多線條、很多圖案、很多光影 的考慮，令到觀眾是目不暇給的。即我們即一個這樣的處理方法呢， 在電影的觀影過程呢，是即很不斷地很多東西看，很多東西看的，即那個難度是相當之高的咯。即但是即我那個難度是相當之高的，其實所以那個觀影過程又是相當之興奮的。咁佢同時咧，即係因為舞台劇嘅效果啦，咁其實俾咗觀眾好多嘅想像空間嘅。咁我有少少想講翻轉頭，即係譬如頭先我哋喺睇嗰啲片段咧，佢哋都有一種特性嘅，就係啲電影場景咧喺好多時咧，觀眾對呢啲場景咧係有期待嘅，即係譬如咧佢會覺得。他會期待下一個鏡頭是看到什麼的，譬如在暗戰那些追逐的時候，一路追一路追，對於那些場景我們不是期待看到一個特定了的場景，即我們會期待他追緊的時候，他下一步究竟 是一路走一條直的路，還是去一條轉彎的掘頭巷呢？即所以電影裡面出現的很多地標呢，即 他其實呢比譬如有時我哋喺相片見到嘅一啲場景咧，係更加有深度，同埋係有個時間性嘅，即係我哋會可能同埋係流動性嘅，即係你會想睇到佢個畫面，下一個畫面係咩咧？再下一個畫面係咩咧？即係有期待嘅咯，即係觀眾係帶住一個有對場景同城市地標有期待嘅心情去觀影嘅，咁。譬如我哋頭先睇咗幾種唔同方向啦，即係有啲好寫實嘅場景啦，又有一啲係比較抽象嘅處理啦，然之後有一啲係比較即係舞台化處理啦。咁有時其實有一啲有啲電影咧，佢都幾天馬行空嘅。即係可能即係佢裏邊想講嘅故仔，或者佢想提到嗰啲嘢，可能係觀眾未經驗過嘅。我就試過有一次我喺拍彭浩翔導演嘅《香港仔》嘅時候咧，咁通常我哋拍電影，我哋都會係收到導演劇本啦，然之後比較花好多時間去讀嗰個劇本，然之後睇下。究竟點樣處理呢？即係喺美術上，即係或者喺場景上，我哋話即係如果要係實景拍嘅，我哋究竟選取一啲咩場景呢？即係譬如頭先《男人四十》嘅時候，我哋會考慮嗰個主角嘅真實嘅同個社會嘅關係，或者佢嘅經濟背景啦。咁啊，但係譬如有時有啲係要搭建場景嘅時候，我哋就會考慮究竟嗰個風格係點啦？到底係寫實嘅定係可以好天馬行空嘅咧？咁。咁我頭先講緊話我喺拍香港仔嘅時候咧，就一路睇劇本，一路喺度睇，因為有時有啲劇本咧就會寫得好清楚嘅，即係譬如嗰個場景嘅要求，即係譬如佢入咗間屋，嗰間屋係咩色嘅，啲牆紙係咩花樣，佢坐喺張梳化度，個梳化嘅質地係乜嘢啊，或者個演員佢著咩衫，係咪一件絲質嘅恤衫咧，戴頂咩嘅帽咧，會寫得好清楚嘅。咁但係有啲劇本咧就可能比較概括，或者留咗好大嘅空間俾美術去處理咯。咁我喺讀香港仔嘅劇本嘅時候咧，就去到有一句咧，淨係零舍得一句咧，就寫住夢境中的紙扎城市。咁就冇啦，即係就冇更加深入嘅描述啦。咁。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再跟導演討論，究竟那個紙扎城市是拍什麼的呢，或者裡面會不會有些什麼事發生的呢。然後我開始去想，即一個究竟這個是一個什麼的城市呢。
咁我就諗翻起，即係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對城市嘅概念啊，因為咧，我細個係住喺灣仔嘅，咁我當然對自己住嗰個社區好熟悉啦。咁但係咧，我讀書就喺北角。咁我記得我第一次搭巴士去同同學玩咧，就係去北角。咁好似係去踩單車嘅。咁然之後，即係都有一段時間係經常會搭車去北角玩嘅。咁經常同埋經常去咧，當時的皇都戲院，即是現在快來會再拆了重建的皇都戲院，因為它的皇都戲院大廈有很多後巷很穿來插去的，我那個時候覺得北角這個城市很，這個區很有趣，因為它有電車啦，又有天橋啦，又有街市啦，又有電，所以我在我就在想，如果我要去再重新建構一個虛擬的城市的時候，我會不會是從這個北角出發呢？於是我就再回到北角，拍了很多照片，即是先做一個參考先。發覺即是再回到北角呢，即是 透過去做 research 去拍這些照片呢，我就都幾肯定呢，我自己很想去，如果我要去講一個城市呢，我都很想是從這裡出發的，即是譬如那些街市嗰啲肉食檔啊，譬如嗰啲電車路啦，譬如嗰啲天橋啦，譬如嗰啲好密集嘅大廈啦，譬如好多人將啲衫晾咗出個窗出邊啊，譬如好多冷氣機啊，即係呢啲城市嘅感覺咧，即係同埋佢裏邊好多好多嘅 details 咧，都令我覺得好有趣嘅。咁於是乎就差不多開始決定了是用北角來作為這個城市的藍本，然後開始去想怎樣去設計這個城市，就開始找了一些同事開始回來幫忙畫圖。但是因為要建構這個城市都其實都很大的，然後因為城市都不可能每一個大廈都一樣的嘛，基本上我們是每一座大廈都要畫的，都要設計的。那最後呢是設計了一個呢差不多有半個籃球場那麼大的城市的。那然後只是畫圖都畫了成兩三個月。然後呢就再去找一些專門做模型的公司來到去做這個城市。那在一路即是譬如呢啲出一啲平面設計圖嘅時候咧，亦都同時咧揾咗一啲係做3D 模型嘅同事咧，我哋先用三維咧去建構咗一個模擬城市嘅。咁喺設計完嗰個三維之後咧，就都幾肯定嗰個城市嘅 scale 啦。到咁依家呢個咧畫面咧就係到你哋喺畫面度見到嗰個真實出現嗰個城市啦。咁喺同導演傾談過好多次嘅時候咧，有一次我提到咧，我話我哋細個睇嗰啲日本機械人片咧，成日都有啲超人打怪獸嘅，最後咧就毀滅咗個城市啦。咁啊，導演都覺得幾得意喎。然之後就拍咗，即係喺戲入邊有一隻蜥蜴，然之後變大咗怪獸，最後就破壞咗個城市咁。咁呢個係喺電影裏邊呈現到嗰個最後拍攝出嚟嗰個城市嘅畫面啦。咁但係其實真實嗰個我哋建構出嚟嗰個城市咧係好大嘅，即係差唔多半個籃球場咁大，同埋咧有好多真係紙扎鋪嗰啲紙扎品嘅，我哋用翻嗰啲紙咧嚟到做嗰啲牆身嘅質感，甚至乎我哋連好多窗花啊、窗簾布啊，或者晾出嚟嗰啲衫啊。其實都有做到的，不過在鏡頭前面就未必呈現到出來，還有就是那個 scale， 即是那個比例，其實我們是做了兩三條街的，真的整個籃球場那麼大的。那這個題外話，就是這隻怪獸是導演自己扮演的，他不知為何很想說一定要他來做，他親手去
建構呢個城市，然之後親手去毀滅翻呢個城市咁。咁然之後咧，喺個戲入邊咧，就仲提到咧係有一架紙扎的士嘅。咁我覺得好有趣嘅，嗰、那個紙扎的士咧，結果我哋都花咗好多時間，因為呢個紙扎的士其實 end up 都係喺嗰個城市嗰度遊走嘅，因為紙扎的士本身都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符號嚟嘅。咁然之後呢一個符號喺個城市嗰度遊走咧，亦都係代表咗即係個城市同呢一個紙扎，即係因為同呢個紙扎的士嗰個關係咯。睇少少呢個紙扎的士啦，咁我哋其實係用咗一架真嘅車會行嘅車，就唔係 animation 嚟嘅。然之後咧就cut 咗個頂，咁咧就喺架車出邊鋪咗好多鋼管。咁咧其實拍攝嘅時候覺得更加好玩嘅話咧，就係如果嗰個的士司機都好似一個紙扎公仔咁咧，咁嗰個即係個畫面嗰個反差咧就會更加大嘅，即係出嚟嗰個戲劇效果咧就會更加強。咁所以即係除咗個的士之外咧，嗰個司機咧，我哋都將佢扮成一個紙扎公仔咁嘅。咁即係你依家睇相係好有趣嘅，但我記得拍攝嗰陣時咧，我哋夜晚即係有一架咁嘅車，然之後有一個咁嘅公仔喺條街嗰度行咧，係嚇親好多人嘅。即係因為佢其實頭先你睇到佢喺銅鑼灣北角咁樣喺度走嚟走去咧，即係有啲車行近睇完咧，然之後就即刻加油好快咁走啊！即係係有嚇親一啲人。咁我睇完呢啲咁天馬行空嘅電影地標啦，同埋美術喺呢啲即係電影度做咗嘅嘢咧。我又想分享翻少少咧，即係有時我哋去翻比較真實場景嘅電影裏邊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咧都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同埋做咗好多即係譬如我哋可能會去一啲真實場景裏邊影好多相啦，然之後去處理呢啲寫實嘅場景嘅。咁我喺另一套幫彭浩翔做嘅電影《維多利亞一號》裏邊咧，即係其中有一個場景咧，就係一個舊嘅屋企。咁我哋可以睇少少嗰個屋企嗰啲相先。咁我哋當時咧就參考咗呢一間喺土瓜灣嘅場景，即係舊樓啦。即係當時以為拍完冇幾耐就會拆噶啦。咁但係我唔知係因為啲地產項目嘅問題咧，好似到依家都仲未拆，都仲喺度。即係我以為我哋係即係為依個城市留低咗呢一層樓喺一個電影畫面裏邊，結果即係依家仲未做到呢樣嘢啦嚇。咁呢套戲叫做《維多利亞一號》啦，佢英文叫 Dream Home。咁你而家睇到嘅呢啲室內嘅場景咧，其實都係好好
好典型一啲，即係當時我哋去咗好多啲舊唐樓，影咗好多唔同嘅參考啦，包括佢裏邊嘅陳設啦，佢嘅一啲裝飾啦，或者一啲間隔啦，或者一啲色調啦，或者佢嘅一啲質感啦，即係真實嘅環境係點樣？而我哋放咗喺個電影度，盡量做到最寫實為止。咁其實佢都係一個喺廠景裏邊係搭建嘅一個場景嚟。由1997年去到2003年 ，it means that 我哋嘅前面嗰層舊樓咧喺個玻璃嗰度咧就喺度拆緊啦，咁咧就會 lock 咗個 camera， 咁樣咧我哋就會擺。我哋揾到僅有嘅一啲 making of 啦，就係呢個場景其實就係喺片廠裏邊搭嘅，就模擬翻其中一層頭先大家見到嗰個舊樓咁樣咯。咁因為佢要做好多有啲電腦效果係講呢一個樓咧係經歷咗有唔同嘅年代變化啦，嗰啲窗咧係由新嘅窗去到變做生鏽嘅窗，然之後喺個窗個玻璃反映到當時附近嘅環境係由大家都係唐樓，然之後附近嘅唐樓拆曬而起咗做高樓大廈。我想講咧，即係話頭先大家睇到嗰啲所謂寫實嘅電影場景咧，其實就算出嚟嗰個感覺有幾寫實咧，其實佢一啲都唔會係真實嘅。嗰個所謂嘅寫實咧，完全都係經過導演啦，經過美術啦，經過攝影師啦，或者燈光師嘅配合啦，拎走好多我哋覺得，就算喺真實場景裏邊拍攝，我哋都會拎走好多我哋覺得唔係咁靚或者唔想睇到嘅嘢。然之後又加翻好多我哋想見到或者覺得應該有嘅嘢，而去將好多好多呢啲嘅，譬如質感啦，好多呢啲嘅一啲嘅好多嘅一啲片面啦，組合埋一齊，先至係呈現到所謂嘅真實場景咯。咁所以究竟咩係真實？究竟咩係係被呈現嘅真實咧？咁呢啲都係喺電影裏邊創作需要考慮嘅過程咯，都係一啲好有趣嘅。工作嚟嘅。咁有觀眾問問題，係咪可以答啊？而家有人問最難搞嘅一次美術經驗。其實咧每一次都唔容易嘅，即係由我入行到依家，我覺得咁。如果你問我最難咧，我可能會覺得係第一次做賀歲片啦。我應該係。啱啱入行冇幾耐，即係做咗兩套算係唔係好大嘅片咧。然之後一嚟就去做徐克嘅賀歲片《金玉滿堂》，咁咧係因為佢喺個電影場景裏邊咧係講一個舊嘅酒樓，一間舊式嘅酒樓，跟住相對嚟講當時社即係佢唔係一部年代戲，佢係一部現代戲，但係當時都仲有好多啲舊式酒樓啦，咁係因為佢有好多動作喺入邊會發生，咁所以成間酒樓係需要搭建嘅。咁我記得最難係因為我本身係讀平面設計嘅，但係因為入咗行，第一部戲其實我係做服裝助理，其實係唔識嘅。然之後第二部戲就要做美術即係好要搭景啊，仲要搭一堂咁大嘅景添。咁同埋個時間好趕，好趕。我記得係由開始要。開始畫圖，去到搭完成間酒樓，可能係唔夠3個禮拜，仲要我係從來未搭過景嘅，我連嗰啲施工圖都唔識點畫嘅，但我就記得好似當時即刻走咗去問一啲我做室內設計嘅朋友，即係問佢哋啊施工圖係點畫啊咁，借咗一啲圖翻嚟照睇，然之後一路畫一路學一路同啲。搭景師傅溝通應該點樣，大家可以理解得好啲。然之後一路去學點樣
去執行、去採購一啲物料啊，然之後去監督點樣施工。成個過程係好趕，即係唔夠三個禮拜係搭咗一個七八千尺嘅場景，即係仲要係有天花嘅，然之後每一埲牆都有唔同嘅設計啊，唔同嘅質感啊咁。咁係好趕好趕，即係基本上好日都冇乜點樣瞓覺嘅。咁嗰個經驗對我嚟講係好難忘咯。但係即係你話如果到依家有冇邊一次係特別難搞？即係我其實覺得每一個工作都係唔容易嘅咯，即係要全力以赴咯。可唔可以大隻少少個字？因為我睇得唔係好清楚。顏色運用同電影風格咧，可以講少少嘅。我記得有一次個經驗咧，導演對我嘅幫助好大嘅。即係通常我哋喺去處理一部戲嘅美術風格咧，都會同導演傾嘅。咁即係有時係我哋讀完個劇本，然之後基於我哋對個劇本嘅理解，然之後有一啲我哋自己嘅想法，或者有一啲參考，然之後同導演研究咁去傾出嚟嘅。但係我記得喺拍《男人四十》嘅時候咧，一開始咧，許導演就同我講話，佢想拍木棉樹。因為張學友演嗰個中學教師咧，係 suppose 嘅原型係喺香港仔工業中學嘅。咁香港仔工業中學咧出邊咧，就即係如果大家經過香港仔咧，就喺個馬路嗰度見到一棵好大嘅木棉樹。咁木棉樹嘅英文咧叫 frame of the forest， 即係話喺一個綠色嘅森林裏邊有一啲好鮮紅火紅色嘅花。咁佢就話佢最想拍就係呢個感覺啦。咁我當時好俾佢呢句説話打動到我，同埋有一個好深嘅印象。我唔知點解就即刻有咗一個畫面咧，就係、是、一大片綠色嘅畫面裏邊有一啲鮮紅色嘅花。咁然之後我就好自然咧就將呢啲色調咧擺咗個戲入邊啊。就我會俾咗好多綠色張學友嗰個世界，即係譬如佢個屋企啊。譬如佢屋企啲牆紙啊，或者佢啲衫好周不時都有啲淡綠色嘅條子啊，或者有啲白 T 恤有啲綠色嘅 pattern， 即係 somehow 係唔知點解好多綠色嘅嘢滲咗係去佢嗰度嘅，譬如窗簾布啊，譬如 sofa 嘅 cushion 啊咁，有少少係潛意識裏邊嘅。咁然之後咧，林嘉欣咧就有好多紅色嘅。元素咧喺林嘉欣嘅出現嗰度，即係譬如佢出現係著一件紅色嘅運動背心啊，佢嘅孭住一個袋啊，咁即係嗰種綠色嘅和諧同埋紅色嘅刺激或者係有威脅性嗰種感覺撞埋一齊咧，我覺得正正就好似係嗰個故事裏邊想帶出嘅一啲即係人物嘅衝突。咁喺個顏色上咧，好似即係我唔知咁嘅理解啱唔啱，但係我就不其然咁就將呢兩種顏色放咗喺嗰兩個角色嗰度。咁呢個係導演俾咗一個好大嘅提示咯。咁而喺後邊，即係譬如處理好多其他戲嘅時候，咁好多時我哋可能都會揾好多參考嘅，即係可能啲參考係喺畫面嗰度嚟啦，可能係喺一啲外國嘅畫家嘅畫嗰度嚟啦，或者係甚至乎有時可能喺啲文字嗰度嚟嘅。咁通常我哋會揾咗個感覺，然之後就再同導演傾啊，可唔可以即係大概係呢啲調子啊？咁通常即係如果導演覺得都接近佢嘅想法，咁我哋通常就會跟一啲好基本嘅調子，然之後就去。處理整個電影的美術考慮啦。
有人問點樣入行做美術指導？我自己咧就係、是、當時係透過參加一啲電影欣賞課程，咁然之後認識咗嗰啲導師啦，就直接好大膽咁將我嘅電話號碼寫咗張紙度，就遞俾個老師，就話啊，如果有機會可以入行嘅話，請你打電話俾我啦。咁即係當時就仲未有呢啲電腦社交平台咧，即係冇咁方便咧，亦都冇 WhatsApp 啊或者 WeChat 可以 send message 啦。咁就真係靠個真人去遞一張紙俾行內嘅人，然之後即係透過詢問同埋邀請，希望佢可以接觸翻我咁咯。我估如果即係有人問，如果想做好美術嘅工作，我諗真係要係真係要多啲觀察身邊嘅事物咯。因為譬如我頭先講電影導演係透過電影去說講故仔啦。咁呢啲故仔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嘅。咁呢啲人物好多時就真係就喺我哋身邊出現嘅，即係譬如可能係街市賣菜嘅老闆啊，或者可能係送外賣的送貨員啊。咁即係呢啲人的，即係譬如佢嘅形象係點樣啊，或者佢成個人物係點樣啊。咁我哋可能很多時候去觀察多啲身邊呢啲人物同埋事物咧，即係碰啱如果有故事係講呢啲人物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即係比較好有。即係可以觀察到好多微細嘅事物，可以放咗喺呢啲角色嗰度咁。係咪一定要讀美術設計相關課程先至可以做美術指導？其實冇一科香港好似冇一科美術指導設計嘅課程可以讀嘅。咁我自己就係讀平面設計嘅，但係我就比較中意影相，同埋我係中意睇戲咯。咁我估其實你係中意電影。緊要過即係你係好中意電影，你睇多啲電影，係比較你識美術可能係更加重要啦。同埋即係你會對身邊嘅環境觀察多啲，可能係比即係識美術當然係會有好多幫助啦。咁即係譬如你喺處理顏色啊，或者處理一啲質感上的處理，可能你會有些經驗，但是我自己覺得即係中意電影是緊要啲咯。好了，今天我想的分享是暫時到呢一度，希望有機會可以再跟大家分享。